ドラゴンは退治しましたが、ムーンベアキングは恐るべき力を手に入れ、魔女はさらわ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クータローはどう立ち向かうのか。少年クータローの冒険、最終章と相なりました。大家好，我是武秋风，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木偶历险记：黑与白之月》第七章第一幕最终章第一幕开始了我们已经到达最终章了开始了そして物語は続きます。続きます。クータローとピカリナはモンキー将軍を追って凍える吹雪の渦巻く高く険しい山岳地帯へとやってきました。爬雪山，为了追阿猴。最後のムーンストーンを手に入れれば。クータローの魂は人形の体から解き放たれ、再び懐かしい我が家へ戻れるでしょう。我们要离开木这个这一个木偶头了。彼の心は晴れませんでした。ムーンベアキングは王時計の力とドラゴン将軍の能力を使い、虽然我们都打败阿龙了，竟然还可以偷灵魂，真是太夸张了。山頂にかかり、全天を覆う暗淡たる雲のような言いようのない重苦しい不安を抱えつつ。少年は雪山を登っていきました。抱着不安的心情继续的登山吧。魔女被抓了。这样摔不会有事哦。你就是幕后凶手。まだ息子らがうごめいてももはや無意味だ。我们要吃掉世界中の子供の所有的灵魂呢。てしまえば月の女神も太陽さえも我には勝てる。太阳都被打败了。タロがいるよ。カリバスに選ばれ四人のヒーローの力を手にした。对，我一定会打败你的，空太郎一定会打败你的。魔女看起来根本就没事啊。被丢到镜子里了。ムーンストーンを揃えさせてなどやるものか絶対に。哦，阿豪又跑掉了。卑怯者，逃げんな。对啊，来跟我打。将軍はクータローの姿を見るや。来跟我打。直線に逃げ出すのでした。啊，他不敢打，他都一直跑。有有有，这个可以播。圣诞树可以播哦，可以。怎么办？他一直跑，我们要追哎！追得到吗？追不到也要追，快！哦，滑过去！冰冻的地方容易滑跤。等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雪人吗？队友抛媚眼，有点怪怪的感觉。你怕什么高？你不是会飞？对啊，你不是会飞？怕什么高啊？真是的。又是雪人哎，雪怪。女雪怪又对我抛媚眼，有点不舒服啊。小心脚边炸。こういう時こそ落ち着いて。要沉住气。ゆっくり進みましょう。这种时候我怎么沉得住气？对啊，阿猴哎，我的最后一片月石就要拿到手了，我要去追阿猴。在玩嘛？追阿猴，走，阿猴，我们走，走。有了这个可以播吗？雪怪在睡觉。雪男にも冬眠する種族がいるようです。雪怪也会冬眠？雪怪也怕冷吗？播一下看看。三角龙头。跳上去。噔噔噔噔。这是什么？
跟要用哦摔跤手之力呀、哦雪花哦漂亮的雪花追阿猴阿猴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这么会跑哦好恐怖哦スキーのジャンプ競技のルーツは罪人の処刑法だという説があります下がるわ真的还假的不太像啊喂拉过来喂捡等等继续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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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刚刚好像在看到什么东西哎哎好了算了过了就算了看到什么也不是重点哎我的头我的头好了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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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又一颗了我只不过要摔跤手之力这一块冰好难站哦哦哦撞到了撞到了噔噔往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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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上来哎又有了阿雪哎你怎么自己随便取名字我拿到雪怪木偶头了还阿雪帮他取一个名字嘞哦这个有一个角哎怪怪的你不要跑啊有种就不要走我也不晓得感觉就超冷的只穿一个内裤内裤就在这边噔噔噔哦 Mr. Pink 的头哎这个雪地的宝箱啊我礼物箱啊拿到了拿到了噔走走侵入者を拒むかのようにそそり立つ雪山を空太郎は登り高耸的雪山全ての子供たちの魂を奪い際限なく強くなり続けるムーンベアキングに勝つには白のムーンストーンの希望白色月石望みをかけるしかないのです就是要去拿阿猴那一个月石可是阿猴一直在跑啊我也很不想我也很不想让阿猴一直这样跑没关系这个我不怕炸炸炸喂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有一个小朋友啊帮你解救你的灵魂这是什么东西モンキー将軍は狡猾でした空太郎と戦うよりムーンストーンのかけらを持って逃げ続けた方が安全で効果的だと見破ったのです阿猴知道打不赢我他の将軍のような力も毒も持っていないモンキーですが空太郎にとっては今最も厄介な最头痛的对手竟然是一直跑的对手不跟我打的对手才是最头痛的对手是不是跟我打的都死了我掉下去了我不能一直讲话这里又有脚嘞奇怪对啊大叔你不冷吗看到我都觉得冷嘞噔噔所以勾捡捡捡捡这一个是什么东西波松鼠怎么了松鼠是不是要吃这个这个松果好啦有两个啦不要抢卡哇伊呢三角龙头又回来了噔噔噔噔噔这是什么东西登るにつれ雪は雪神吗雪神木偶头不是雪人木偶头没跳过这个雪神可以播吗不行好大一颗这个不行这个我跳不过去好了趁现在喂又来了又出来了撞这个有秘密通道有秘密通道就不会有血早点来嘛秘密通道又来了又要顶着暴风雪前进这么辛苦空太郎这么辛苦赶快先回来大的就要躲山沟小的要跳过去跳跳过去了
哦，有一个，滚！啊，我的头，我的头，哦，サンタクロースマジとか？モミの木と聖誕老人。プレゼントは月でも定番の三点セットでした。月国必备的三个组合。都没有装备好，哎，你怎么摔下来了？那上面能上去吗？上去看看。哎，上不去啊、那我去前面圣诞树这里。圣诞树有什么吗？没有哎，圣诞老人家怎么那么穷啊？你要来装饰？哎呦，碧卡妮娜装饰，帮你装饰圣诞树。哎，再一个，噔，哦，好了，哦，圣诞老人礼物。对啊，这么穷酸。这个超穷酸的，哎，只给我一点点封闭而已哦，哎，太穷酸了吧，圣诞老人，你有这么穷吗？再怎么不景气也不能这样吧，哎，我走了，太不景气了吧。行けども行けども一面の銀世界、モンキー将軍の姿は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对啊，阿猴，你到底躲在哪里？喂。哦，我捡，哦，继续往前突进。哎，这里要雪人木偶头，雪人，哦，然后嘞，发生什么事情了？哦，阿雪，你出来了吗？你这穿着什么样子啊？不是阿雪，他老妈，我被他老妈带走了，追加关卡来了。老妈，你想干什么？全身に毛の生えた、全身長毛、人とも人ともつかぬ謎の毛の生物は、あ、赶快走。世界各地で目撃されてきました。ヒマラヤのイエティ、ロッキーのビッグフット、サスカッチ、到处都有雪人，是不是在讲雪人的历史哦？これらの正体は単に熊を見間違っただけなのか、あるいは史上最大の霊長類、单纯的怪物の生き残りなのか、論争がありました。巨人的后代，哦哦，喷出来了，又换木了。等，发生什么事情了？そこに雪男がいるからなのです。哦哦，这个有雪，那个雪怪，他召唤雪怪，这样子怎么吃啊？哦，喷走好快哦！哦，顺风而行。嗯，哦，要时间要到了。噔，哎、哦，我还没吃完。哎，吃完了。哦耶，吃完了。吃完了，吃完回来了。吃完就回来了哈。吃完也没什么特别的事。这是什么东西？无法前进怎么办？モンキー将軍特製の下りエスカレーター。特製電梯耶。先は奈落の底です。哦，一直下坡的电梯。哦，不能输啊！空太郎，赶快往上爬。嗯、不能输，我不能输给这个电梯。哎，又输了。我怎么觉得我越爬越下面呢、啊？根本没有越爬越上面的感觉。喂。有，看着懵逼啊！我已经又吃到一点点懵逼了，可见有在上面一点点。哎，有更上面了！哎，快！哦，有了！哦，快！爬上去！哦，哎，哦，有了！上来了！哦，这个，哦，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小朋友在玩那个手扶梯呀、啊？这里有那个圣诞树。好多圣诞树哦，噔，摇，圣诞树都没反应，哎、欸，都没反应呢，噔 ，Mr. Pink， 哦 ，Pink， 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哦，呀，哦，一次了，喂、哦，
喂，两只。哦，裂缝变大了。哎，他推的好勤快哦。喂，哦，哦，飘走了，飘走了，飘走了。哦，打败了，打败了。哦哦哦，这里都雪人，一堆雪人，我竟然没有雪人木偶头啊，太可惜了。喂，喂，不要丢了，捡你。从这么高丢我，喂，捡，捡，啊，这里要什么？圣诞树木偶头没有啦。这个是什么头？哎，这是什么？圣诞树木偶头吗？真难搞哎。哎，这个不是圣诞树，真难搞啊！阿猴你才难搞吧？你怎么这么跑得这么快啊？他跳到山里面。雪山の火口に消えたモンキー将軍も王道。そこは凍りついた洞窟でした。待っとれよ、モンキー。死猴子だよ、等着。嗯，我来对付你了，死猴子。上，从这里，捡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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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里可以撞。嗯，撞这里。哦，哦，冰步。哦，按下加速。有在加速了，哎，这是什么？北极熊。呀，加速加速加速！クータロー選手、残念ながら無法顺风，无法顺利追捕，那怎么办？回，跳上去，捡上来，再来，走。哦，有人来了，哦，怎么办？哎，这个要怎么解决？喂，捡哦哦哦！离开了，离开了哦，好恐怖哎、欸！这是什么？长毛象吗？冰冻的长毛象，可以给我头吗？长毛象头，嗯，有吗？没有。好了，走了，噔噔噔，哦，这个又是什么？这个又是什么？哦，阿猴。抓到了，叽叽叽！哎、欸，关起来了，继续坐电梯、欸。哎，他是坐电梯，我们竟然要在这边滑雪，命怎么那么苦啊？哎、欸，这又是什么？哎呦呦呦呦呦！长毛象的这个，咚咚咚咚，我在这边等，不要不要不要，懵逼啊！好了，不错，懵逼也不错，嗯，吃一吃懵逼啊。懵逼，哇，超多的，哦，好了，走人了。哎、欸，等一下，这怎么会有一个北极熊？可以播吗？北极熊不能播，离开了。捡捡捡捡捡捡捡，哎、欸，这是什么？哦，长毛象、欸，哎，哎呦，长毛象，你在这干什么？有长毛象的头吗？你不得有长毛象的头哦？哎、欸，再挥挥手、欸，哎。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哦，挥挥手就出来了，这么好笑哦！嗯、啊，挥挥手就出来了，呜、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有带电的企鹅来了，企鹅来了，呜、哦！闪过一只，呜、哦！闪过两只，闪过三，哎，没有。哦。凍てつく雪山から一転、二人が落ちた先は灼熱の火口。炙热的，炙热，呜、哦！对啊，太夸张了。哪有一进来，外面是下雪啊，一进来就那个，喂，哎，可以了，可以了，往这边走，他叫我走这，哎、欸，这个是谁死在这？企鹅吗？哎、欸，这是什么东西？还活着吗？看起来不像啊，怎么看都不像活着。哦，继续往下滑，噔噔噔，哦，要往上。欸哎呀，这是在干什么？继续往下跳吗？哎，哦，对对对，差点被刺到。阿猴真的是很难缠哎，一直跑。1000度を超えることも珍しくはありません。熔岩超过1000度哎，一瞬で蒸発するでしょう。连灰都不会剩呢、啊，灰。再跳。
掉，剪！哎！和龙岩擦肩而过。好恐怖哦！继续往下滑。噔噔！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抓到阿猴啊？1000度哎！1000度！不！我的头还我！啊！变懵逼了。还不如得有头，变懵逼干什么？没事变什么懵逼？变什么懵逼？逃不掉了，抓到你了！他有火箭！坐火箭想逃，追上去！对呀，太夸张了！我要追上去！捡到了！我们追到外太空来了！外太空阿猴真的很会跑怎么办？阴阳对啊。魔女がさらわれたのにゃ、ムーンベアキングに助けてほしいのにゃ。我们缺少最后一个月食さらわれた。そら助かったわ。ムーンストーン奪われる心配せんでもようなった。心置きなく女神班を復活させて、クータロを家に返せるわ。魔女を助けないと困ったことになるのにゃ。为什么？为什么？関係は深いの。そんなことよりもモンキーのムーンストーンや。我也这么觉得，应该要赶快把阿猴抓回来。哎呦呦，怎么了怎么了？呜，这是什么？どれでもいいから早く乗って。モンキーを追いかけるのにゃ。阴阳怎么变成这样了？阴阳号。阴阳号追上去了。爆炸不要跑，你已经很会跑了。死掉了。可以选其他号是不是？モンキーを追いかけるのにゃ。我们刚刚选了阴阳号，结果失事了。选这个，流星号。流星号，我们走，乘着流星飞翔。好多好多台可以选哦！刚刚阴阳号失败了，喂，走，流星，火星人，看到火星人太兴奋了，去跟他 give me five 了一下。怎么不妥发言？多くの地球人の皆様に謹んで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走。そこはアステロイドベルトと呼ばれる小行星地帯でした。しかしおかしいですね。火星との星の間にあるものですが。夢の世界は考えたのか。宇宙を感じたらええね。又回到银河了。银河真的是河他怎么这么会跑啊？不要再跑上も下もありません。宇宙没有重力之分哦。这样看得好难过哦。右も左も前も後ろも昨日も明日もない。要回来了。外星章鱼，要损失一颗头了。イカじゃありません。太难了吧？金星人是花痴是不是？ワープ空間に突入します。ワープ時空穿梭。穿越了，这里又是什么地方？クータローとピカリナがワープアウトした先は宇宙船の墓場でした。宇宙坟场。我们抓到金星人了。走。と科学の結晶が。来了，花痴人跳。と悠久の時の流れに都被荒废了。丑丑的，你怎么可以说火星人和金星人丑？什么时候换位置了？这好痛苦哦！
呀，这里的垃圾真的太空垃圾好多。喂，再跳，哦，恢复正常了，哦，终于啊！忘记跳了，我已经混乱了，我自己都混乱了。我现在很混乱呐、啊。混乱されているお客様、どうぞ舞台の上下に合わせて。那个画面上下旋转，你也跟着，观众们也跟着上下旋转，是不是？哦，传送也有哎、欸，这太难了啦，好痛苦哦，好痛苦哦。哦，哇，我传送出来了。小行星是你的葬身之地吧？哎，喂，怎么样？大言不惭，我一定要拿到你的月食。喂，我们乘着流星而上，哎，哦，要抓到了，要抓到了！哦，瓦普又穿上了，快快快快快！哦，飞得好快的感觉哦，哦，传送传送，喂。传送到哪里了？动了，这是什么东西？岩石幽浮，这个是什么？要送我一颗头，这是什么头？哎呦，树头！这些小岩石、小行星能播吗？有吗？有吗？什么小行星头啊？哎，这个是什么？木星哦，土星、木星，没有小行星头啊。噔噔噔噔，外太空之战呢、欸？来了来了！哎、欸，现在要干什么？哎、欸，播得下来、欸！真的是幽浮哎、欸！不，我头！怎么办？怎么办？星星也站在我们这。哦，星座哎！还介绍星座嘞！哎，他又回来了！不要不要不要炸我！哎，这是头。哦，挡！我挡！我挡！哦，不要怕不要怕，我有骑士之力！啊、哦，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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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挡！哦，骑士之力，快要没有了，骑士快要没力了，骑士没力了，还好头又转回来，哎、欸，哦，这是什么巨蟹座了？哦，后面有飞弹在追我们，哦，这个是什么座？处女座，要小心炸弹，处女座要小心炸弹，这是什么？狮子座有好机会哦，哦，哦，回来了。蹦蹦蹦！头盔，哦，他头盔掉了，他快不行了。哎、欸，又是一堆炸弹。噔噔，哦，骑士之力保护我，快快快快快恢复！我的头，哦，捡回来了，捡回来了，还好没事。喂，喂，喂，哦，闪过了，闪过了。还有什么星座？水瓶座，喂，哦，跳过去了，很好。接下来是什么？双鱼座，双鱼座很曲折。这个是什么？摩羯，山羊摩羯。请老实的排除障碍。是射手座，射中你的心。哎、欸，我的头都被射掉了啦。哎、欸，要还我一个了。给，引擎烧掉了。Monkey， 你不行了。已经够了，最后两个没有了。哦，等等等，太阳。哦，撞到太阳了。最后的月食，哎，太棒了。要掉下去了。哦。お父さん。お父さんありがとうな。なんだその格好に言葉遣い。レディの話し方ではないぞ。星星不要打我。不要玩我。何があったのだね。ムーンベアキングにやられてもうた。
这是他老爸、哦。对啊，为什么不听？自作自受，太阳有这么自私吗？月食都收集齐了。これは宇宙の問題だ。子供の出る幕ではない。せやけど。小孩子不能插手。ならばこの私が直々に解決する。直接来做什么？ムンベアキングを倒し、女神とお前を元に戻す。そうなら安心や。いや。他们直接杀过去了。结果老爸打输了。太快了吧！太好笑了吧！そしてムーンストーンを集めたクータローとピカリナは光り輝く太陽から再び老爸就这样输了。月へ戻ることになった。太好笑了吧！太搞笑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会，拜拜。木偶头故事，雪怪。很久很久以前，在太古时代，滑雪跌倒遇难的人们独自进化，成了雪怪的祖先。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现代，雪怪们还是毫无理由出于本能地勇于向滑雪挑战。即使如此，似乎仍然很不拿手。这些跌倒遇难的雪怪，或许进化成其他生物也说不定。